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不起说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23集的节目。今天呢，花一点点的时间来给大家做 DNA 的配件包第18号，给 SSD 56号的升级配件包，震波的一个加强配件。它的内容物呢是一个主炮，还有一个手刀跟另外的一个左手。那具体的一个改变呢，在外观上呢，可以说几乎看不太出来，如果你没有去摸的话呢，是很难去发现它有什么不同的。那么呢，这个呢已经把所有的配件呢都给安装上去了啊，如果光从照片是很难去判断的。那具体来说，这个是原本这个官方的这个手刀，还是整个是一个偏软的啊，软成这样。然后呢，这个 DNA 的话呢，就这个硬度来讲的话呢，虽然都是黑人，但是硬度之间也是有差别的，然后在涂装上也是有一点点不太相同啊。DNA 的涂装的话呢，是给它稍微做了一点偏黄的一个感觉。那么另外的话呢，则是它的一个手，这个手的话呢，主要是手掌的部分呢有做一个强化。那手掌的话呢，原本官方的模具呢是只能够往内动，而且它每一根指头也都是软的。那 DNA 的话呢，还给它多了一个转轴，待会变成人形的时候呢，各位可以感受得到。再来就是这个主炮的部分，这个主炮的话呢，也是对，一样是黑人，但是硬度也是有差别的啊。这个已经完全的强化，而且呢，它多了一个伸缩的功能。这个机械的时候再来都展示，炮形态下呢不好推啊。那你硬要塞也不是不行，但是我个人是不建议硬推。然后呢，这个是 SS56 的一个坦克形态哦，我个人是还蛮喜欢这款玩具的，变形可以说非常的简单。那么配件包和本体的一个组合的话呢，也是非常没有难度的。手部的话呢，就是直接的这个二头肌把它转开而已，然后配件包的话呢，跟本体的组合的点就这两个地方啊，完全是可以 match 得上的啊。那我们的话呢，就把它变形成一个机器的那个形态啊，从这个地方给打开，然后这个地方锁扣给松开来，整个往上推啊。然后呢，侧边这里有一个卡扣啊，两侧打开往下啊放下来，先把脚的话呢给往上啊推上去。那么 SS56 的话呢，我倒觉得问题最大是这个地方的一个齿轮关节啊，其实扣的不应该说是没有齿轮关节了，非常的弱啊。然后软胶部件其实还是有啊，不过呢继续说下去的话呢，就几乎整只是砍掉重练了啊。那这个配件包的话就显得就没有意义了啊，如果说你真的是什么软胶你拼命的改的话，就是没有止境的去一个拔插替换了啊。那么它的一个手从这个地方往上，这里的话呢是要整个的往上面啊，整个往上面给推上去啊。在那之前的话呢，两手这里给打开，然后这个背包往后面推，然后将这个背包呢给穿上来，从这扣上去，卡扣给扣上去。这里是一样的啊，我们这一款以卖相来说呢，五官长相来说呢，帅到炸天的这个 SS56 震波的话呢，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的一个过程啊。那调整一下机位啊，把它的全身都给拍进来。这个呢就是完整配件包搭载之后的形象啊。还是那么一句话啊，它和这个以单纯以外观来看的话呢，它几乎是没有什么不同的。那刚刚说过了啊，我们就来展示一下它在人形状态下一些不同的地方。这块部件啊多了一个可以翻出来的一个装置。然后呢，手腕的话呢，我觉得算是进步比较大吧啊，每一根指头呢是单独可以活动。然后呢，拇指也可以动，以及它多了一个旋转啊，这个能够旋转的话啊，这个关节就影响就比较大了啊。然后它的一个手炮的一个部分，给各位看一下，它这个地方是可以翻开啊，这个地方翻开，然后这块部件是可以往后推，往后推的话呢，这个炮就给缩进去，你推到底它是会卡住的，推出来的话呢，就是把这个地方往外推一点，它就会转出来。那有趣的呢，是在于说它这个会旋转。在电影里头呢 ，Shockwave 是有一个往下一个走下来，然后这个把这个炮呢像是拉保险一样的这个动作，非常的帅气。那他们有把这个部分呢给做出来。那这个配件包的价格呢，台币在650块钱左右啊。尽管这个震波现在价格很低，但是这个配件包相比较起来 CP 值我觉得还算可以，而且它替换上是比较简单的，对玩具本身的伤害比较少。
那就提供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参考吧啊。主要的话呢，我是觉得这个手了啊，这个可以转动，可能加分是加的比较多的。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